台湾的鱼市是北台湾最大的鱼市，今天上午鱼市联谊会开会决议，从4月20到4月22因疫情要自主休市三天。台湾的鱼市是北台湾最大的鱼市，今天上午鱼市联谊会开会决议，从4月20到4月22因疫情要自主休市三天。那基隆市政府对于鱼市的决议那表示尊重与支持，在鱼市休市的期间，市政府这边也会安排相关的环境清消，如果联谊会有防疫相关的需求，那市政府这边也会尽力来协助。